what the heck happened? 所以我跟你说，先我在一个很小的路上面走路，然后有还有很多人，然后地是湿的，然后我在走路，我没有在跑步，我在走路，然后地上就有一个这个奇怪的东西，我不小心踩进去，然后我不。你可以说短一点吗？比较清楚。 OK， 我的手断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是表达长话短说。OK， 很好，谢谢。Okay.